梁国雄议主席啊，即系今日啊，梁振英喺度大放厥词啦，就话即系本会咧就啲议员咧好唔文明，又话咧我哋冇理由咁对佢嗱、啊，我而家斯文啲对佢，净系讲口唔讲手嗱、啊，主席有所谓未来基金之设咧，我今日苦心去读咗呢本。我要问下你啊，梁议员，你而家系讲边一项修正案？修正案813、814、815、817、819、821全部都是有关这个长远这个政府总部财经事务及副务局的削减，包括陈家强局长啦，他的常秘啦，咁样嗱，我哋暂完个病添嗱，有关这个未来基金之设呢，就是同阿梁振英个讲法呢完全是南辕北辙嘅，嗱，佢有本嘅政纲咧，我而家 keep 到而家，我谂都冇嘅，因为我知道佢成日都走数，我就储起啲空头支票。嗱，呢本嘢咧，佢就喺2012年3月8日就写住梁国雄议员请指正，我而家就指正佢啦。嗱，佢讲基金咧冇讲，即系冇讲过有要用基金嘅，佢喺呢一个公共财政，即系嗰本书嘅第54页咧。唔系，梁议员，你正话读出嚟嗰扎修正案同你而家讲嘅内容有咩关系？因为未来基金同完全系冇根据嘅，系佢作喺呢、這个即系特首施政里边冇根据。同你要咩削减？譬如副务局局长办公室全年预算。因为佢哋就系未来基金嘅始作俑者嚟嘅，其实曾俊华都系靠佢哋去做嘅啫，佢哋去揾啲未来基金嘅即系为揾呢个长远经济发展策略小组嘅成员。佢做一個建議，然後我繼續留心聽你嘅發言啦，你唔好離題。啊，得，你唔好離題。嗱，我舉例，嗱，點解話呢個係無啦啦山達啦咧？喺梁振英嘅施政嗰、那個競選政綱裏邊咧，只有兩點係關於公共財政嘅啫。我引述22好快啫。佢講到財政儲備，嗱就係講個財政儲備啦。妥善利用財政儲備作四方面的投資：一、金融投資以賺取回報。補貼經常性開支；二、社會投資，例如增建老人和殘疾人士宿舍、改善空氣質素，呢啲係亂講嘅啦；三、經濟投資，例如興建第三條機場跑道，為新興產業提供種子基金；四、為人口老化作撥備，以應付日後在醫療、護理、養老等各方面的支出。咁呢個咧就同佢喺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老有所居裏面我引述的這個牌嗰度咧，係互相呼應嘅。咁你揾嚟揾去都揾唔到一個叫做未來基金。嗱，你聽我讀第一段嘅時候咧，就話金融投資以賺取回報，補貼經常性開支，係咪？梁議員，我依然認為你而家讀呢啲文字咧，同你正話讀出嘅嗰批修正案無關。因為阿曾俊華咧留起嗰份未來基金咧，就係、是、話要嚟補貼嗰啲不經常性嘅開支。呢、這個特首完全冇講過嘅，佢係攞咗啲錢出嚟投資，特首就話咧要去補貼嗰啲經常性開支，即係話起醫院啊、起學校啊嗰扎嘢。佢曾俊華。又是攞筆錢出嚟，又是做金融投資，就同特首啱啱行咗去第二度，佢就話：哦，嗰啲非經常性投資咧，即係嗰啲大嚿石啦，嗰啲即係基建啦，冇錢，因為老人家會拖累香港。咁你根本就係兩個人都拗緊交，一個就話一方面要剩一筆錢俾老人家，另外仲要投資剩一筆錢咧，就做經常性嘅開支，去保證我哋嗰啲房屋啊。嗰啲社區嘅投資係可以運行。呢、這個曾俊華咧就另一方面，唔係我要攞咗2200億去嗰邊做一啲非經常性投資，起高鐵啊嗰啲維哥。你咁樣樣去撕裂自己個政府，咁我老實講，我叫梁國雄分開兩邊，你兩個人就企喺嗰度，企埋一齊就話我掟你。喂，梁議員，我始終都未聽到你而家講呢啲到底。咁所以咧，其實咧呢個未來基金咧，而家有啦，而家有啦，而家講啦。因為你今日你可能攰啊，咁都聽唔明。一個司長嘅執政係違反特首嘅政綱，
咁呢個人仲唔炒做咩啊？跟住嗰啲局又贊成喎，而家講個局啦，局咧就整咗個叫做未來基金嘅來源係咩咧？就係、是、委任咗個小組成員嘅。嗱，呢個小組成員就巴閉啊！包括連周永生教授做咗嘅獨立研究咧，都要聽呢一班所謂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嘅成員。嗱，呢班人點揾翻嚟嘅咧？應該係謝曼儀揾翻嚟嘅啦。是咪？咁謝曼儀揾翻嚟又經過咗阿陳家強嘅手肯啦。呢一班人嘅非官方委員雷鼎明又到不堪，王瑞強咁就係個羅冰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嘅高級顧問。呢、這個王瑞強就係話咧，香港嘅 16.5 嘅利得税咧，仲有下調空間。咁嘅人喎、啊。咁有一個叫黃允考基呢就最威啦，佢就做仲多嘢。2013年呢就叫政府開升銷售税。跟住呢就認為呢醫療用者自負。我講嘅內容係同嗰幾條修正案係無關嘅。點解冇啊？喂，我而家攻擊佢話佢做個未來基金係失職喎。如果未來基金是喂呢、這個主席，這個未來基金是我們財政預算案裏面一部分來的。不是，你說攻擊他是攻擊誰？攻擊這個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的委任人，就是那個陳家強司長、陳家強局長和謝曼儀常秘，那不就不對嗎？那你委任這樣的人有什麼公允？先2200億就益那些石頭，你裏面找一個人是基層的都沒有、啊、哥，我是拿500億而已，他委任我下去我一定反對，我一定說拿500億先，你拿1700億好了。所以其實主席，因為你既然間就不是很喜歡我讀這些東西都無謂說、就是、總言之個個呢都是、這個大財團的老闆或者是大財團的區、這個亞太區董事總經理。這班人當然是叫你擺筆錢在這裡投資去起石頭啦，因為你投資的過程裏面佢已經揾到錢啦。主席，即係等於當年拗嚟拗去整強積金，就係揾嗰班基金攞喺度掟嚟掟去，掟下掟到我而家我哋冇錢退休，佢哋就真係唔使休。嗱，主席，呢、這個第一選人係冇標準，有呢一個利益輸送嘅嫌疑。嗱，主席。呢、這個未來基金，嗱老實講啊，民窮而後供，係咪？冇料咧就係呢一個跟風。未來基金係有呢個基金嘅喎，喺呢個澳洲有個基金，又係一模一樣。主席，呢、這、一個喺澳洲成立嘅2006年嘅未來基金，同我哋嘅呢一個方法以至到目標咧，都極之相似嘅。嗱。我再讀翻出嚟咧，佢係我成篇講稿嘅。啊，林議員，你講過啦。唔係你冇，喂你真係嗱，我讀俾你聽，你有冇我有冇講過嗱？未來基金有幾個要點，就係鎖起14年唔用。咁你知唔知啊？跟住期滿專門用嚟支付長俸，即係14年之後要嚟俾公務員嘅薪水。咁我哋而家咧14年之後咧就要嚟起大白帳，注入國家資產，即係話嗰啲。基金咧要去買國家嘅資產，我哋冇嘅，除咗係買翻港鐵，嗱將來係咪買港鐵我唔知道，或者買我哋其他嘢，追求高回報又係，而家因為呢、這個曾俊華咧就話明追求高回報嘅，自由投資即係話咧去邊度買嘢得，委任獨立經理人管理又係，嗱我就唔知道阿曾俊華係咪有一日上網，即係佢因為佢係鍵盤戰士咁啊撳下撳咗出嚟咧，就叫佢手下去抄。主席，這個澳洲的未來基金即是搞了大概是8年已經全部瓜柴，達不到目的，而且呢是將國有資產這個澳洲電訊呢是賣了出去，因為攞筆我來未來基金之後呢就去買國際、這個澳洲電訊，那以前澳洲電訊呢每一次
政府加資本，政府出售就要由呢個澳洲國會，即係我哋啦，即係香港嘅立法會去監察，即係你可唔可以咁做啊？嗰啲係人民嘅財產喎。但係自從呢一個自由黨，咦？呢個自由黨啊，田北俊個黨唔係，係澳洲嘅自由黨。自從撞咗佢橋之後，未來基金佢因為佢任佢投資啊嘛，佢咪買咗一個澳洲電信。梁議員注資落去，梁議員再賣翻俾個市場。講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嘅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嘅副務科，你講到澳洲嘅自由黨係咪離題呢？唔係，係個未來基金嘅實質係差唔多。梁議員，你離題啦，請你唔好再離題。好，我唔離題。咁呢個曾俊華學呢個澳洲人咁攞咗一筆錢出嚟，高回報自由投資委託獨立經理人，全部照抄。佢係咪抄襲我唔知道，咁我有乜辦法俾錢佢先？你話係咪先？因為香港嘅人嗰啲錢係血汗錢嚟嘅，咁你而家同呢個特首嘅設想係相反，特首話要設一個濟貧，即係一個這個為老人家設一個基金，你就話調翻轉整個未來基金，特首成份政綱都冇嘅，咁你話呢個咩政府嚟啊？喂，大佬！主席，我而家我要去讲一讲呢个曾俊华同埋呢个陈家强有乜资格去做预测。嗱，呢个系论证嚟嘅，有数嗱论我呢个论据咧就系话佢哋系乱估嘅，佢哋系唔科学嘅，有数据嘅，系咪？嗱，我举一举例，这个自从呢一个陈家强协助呢一个曾俊华，即系佢两个系。打孖上㗎嘛，係咪2007年。梁議員，你啲廣告都好易準備喎。你搵咗一堆嘢我哋鬧完財政司司長之後呢，然後將個陳家強局長個名貼埋上，又再重複讀一次。咁個事實係咁㗎嘛。咁你主席個太陽天日日喺東方升起係咪太簡單呢？即係我真係覺得唔公允㗎嘛。而家我論證緊就係話佢冇資格去估數，因為未來基金係估數㗎嘛。是他认为15年必然出现一个财赤，是因为本港的人口老化不能够令我们的生产力提高，那老人家变了负担，他是不是估数先估15年之后的事？那你估数呢，是不是估错？以前估错，以后是不是很容易估错先？嗱，好简单，我不讲多，主席，我们人比人比死人。那前任的财政司曾蔭權估錯數的平均數是395億，梁錦松估錯數就222億，唐英年都可以是巴閉的，追到他那麼滯。唐英年平均估錯數599億，現在這個曾俊華獨佔鰲頭，平均估錯數是637億。那你說了，如果梁錦松去估，那我當然信多一點啦，錯少啲嘛。咁而家你將香港未來老人家嘅未來同你呢個曾俊華半夜瞓醒諗起嗰啲話，喂，將來冇錢起石頭，然後冒然就喺呢個我哋嘅財政預算案裏面去推介一個叫做未來基金，我哋仲要通過去喎，通過之後就冇得反悔㗎喎，最多攞錢嚟嗰陣時，我又拉布嘅啫喎。阿梁議員，呢啲説話你喺財政司司長嘅預算嗰度已經講曬嘅咯。咩話？嗰個已經係我有講過，我有幾組嘅辯論啦喎，已經。咩話？我算你啱，我算你啱。喺第二組嘅辯論嗰嘅時候咧，你已經講過呢啲説話啦喎。你講得啱，但係我覺得。如果冇局長就冇呢個司長，因為局長嘅職能咧，我如果讀俾你聽嘅，不過算啦。佢得三方面嘅職能，就係協助財政司司長咧，係保持香港嘅金融秩序，同埋咧係適時咁樣協助呢個財政司司長咧去制定呢個財政嘅政策同埋預算。偉哥係右手嚟噶，咁我講完一個人，佢係右手特別有事，我要扣嗰個人右手嘅人工，咁又唔講右手。咁你又話喂，你憑咩扣個人工先？財政司錯，咁我你喺財政司嗰度扣咗人工啦。咁而家度個局，你又唔俾我講佢個人嘅過錯啦。呢、這個陳家強咁樣錯法，即係估錯咗，因為其實係唔係曾俊華估數嘅，係咪先？好啦，
我哋講到呢一樣，就係講翻嗱税制嗰方面又係啦，開源節流。嗱，我唔好講我啦，嗱，個個都話我反斗啦。嗱，我講呢一個未來基金之設咧，就係假設我哋嘅人口老化呢、這個由於我哋生呢、這個人口唔夠多，生產力不足會下跌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唔可以抽多啲税咧？即係話香港嘅税制咁低，如果你覺得將來冇錢起石頭嘅時候，點解唔抽税咧？嗱，我就講咧，你一定主席你就一定話我偏頗噶啦。我讀一個你都成日睇嗰張報紙嘅主筆講嘅嘢，呢個就叫林恆子啦。林恆子就最右咁滯噶啦，以前佢話佢講咩咧？佢話與其設立未來基金，倒不如追隨世界潮流，向1%高入息階層徵較高稅率，增加收入。嗱，呢個係佢公允之論。我哋個人都睇呢張報紙嘅，佢仲講到喎，香港為咗免除遺產税、廢酒税，以至曾俊華昨日在預算案提出寬免基金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嘅印花税，又會盡快施行私募基金免税，同埋又可享受離岸基金稅務優待。喂，佢話都是給予富裕階級和商界太多優惠，對有錢人實際過分優容了。喂，主席，我真係諗唔到林恆子林老都講翻句真話，食得到呢個誠實豆沙包。今日我冇俾到梁振英食。喂，主席，你話我點可以唔譴責呢一個陳家強咧？佢係一個學者嚟嘅，曾俊華真係唔識嘅，話俾你聽，佢最少都科大個教書。找過幾個銅錢，曾俊華就扯喺度扯嚟扯去嘅嘛，所以我自己覺得呢、這個陳家強有咁豐富嘅財經知識，有咁豐富嘅實戰經驗，咁嘅理由佢唔向呢、這、一個曾俊華提出呢個意見啫。就算曾俊華望嗰頭唔睇林文智嘅文章，佢都應該引一份俾佢啦。所以我應該減佢人工㗎。如果冇陳家強同埋謝曼儀兩個人喺推波助攤，係永遠都唔會有未來基金呢樣嘢。唔揾嗰班人出嚟，亦都冇一隻咁衰嘅未來基金。啊，萬必，你話咩減佢人工先？係啊，梗係應該啦。不過我覺得咧，即係我講嘢咧冇乜人聽，有人笑啊。吳亮先係做銀行嘅，不如你講啊，講嘢喺度笑奸笑，點人？唔該，主席睇到唔夠人。